声音，以前没声音啊。嗯，我妈妈以前都没声音，现在有声音了、啊。以前你有没有听她比较少。照你说，以前应该更痛苦，但是以前没有声音。假设现在的感觉没有回来，不痛不痛不痛，本来就不痛的哈。所以你刚刚说你在天可以，对，礼拜天可以，就是结束之后可以过，就麻烦大姐了。嗯，那我们就先，我是觉得你那本书啊，我们还是等那个受控，问到结果，那个你自己听了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觉得哪几页你想要更深入，我再跟你讲。那我们先从那个动作，先从那个简单的动作做，然后再做那个简单的那个114个动作。做完那个动作很简单，从脖子开始，脖子然后上身，伸展脖子的肌肉，然后做伸展那个上身，然后上身完了，好，腰部、腿部、手部。那个动作都不需要特别的，就可以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技术就可以做。等到114个，我们做完了，再做瑜伽。再做瑜伽，因为瑜伽那个动作比较困难，不是你平常会做的动作。那114个，你平常你在做那个运动员的时候，在做体育课。有时候那些动作都有做到，就算没做到你也看过的，就不是很普通，不是很复杂的啦，简单的动作啦。是自己做还是帮别人做？还自己做，其中只有几个是有同伴，同伴帮你拉，但是不多，同伴帮我们拉的动作并不多，大部分都不是几个。那我跟你一讲你就知道，那都是苦。一般运动员上课之前的哪些运动？居然有114个。垫进去是要用什么挡，它才可以做那个电脑把它变成可以读的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垫进去有很多挡的 TST、啊、哎，文字挡不是 scan 进去不是 TST 挡， scan 进去的话是图像，没有要看你，没有有一种叫那个，它可以有 JPG 啊，或是 GIF。 我的意思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它要来识别那个是什么字，要用哪一种格式的图档。这个我就不太清楚。你好像 TIF 吧。TIF
因为以前我们是直接就转，就在扫之后就转给它扫成文字档啊，就是直接把它辨识出来的，不用先转成图档再转成那个文字，它就直接转文字了。那表示你的那个 scanner 本身就有辨识的功能嘛？对。那那是一个软体，不是我的 scanner， 是我的软体里面就有辨识功能，配合这个扫描器。对啊，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你的扫描器有附加，你的软体里面有附加辨识功能。辨识功能。对。他的也是这样吗？谁的？你不是说你要请你的朋友帮你扫吗？对。他的也是这样的吗？对啊。那本书可以让他拿回去找那个前面，前面有几页是那个推荐，推荐序，还有他本人讲的这些话，嗯，有几页了，要念也是可以的，那要扫进去听也可以。嗯哼，你知道三套吗？对，那本书。那没关系啊，因为要给他，我就想，因为他的时间很不确定，要我就一本给他，然后看他什么时候给我。那这样不行啊，那他拿走我们怎么用？对啊，所以我才说，解脱的那种的话是。那我们就不要，就先了。我就做东西。是不是很紧张啊？妈妈很怕痛，妈妈很怕痛。那是我妈妈很棒啊。对啊。我妈妈游泳，人家说哈，八十几岁了，你还在教她游泳？可是怎样？你看我妈妈不是就有在进步吗？对不对，妈妈？有一个我们。三四十岁的时候参加那个救生训练的时候，一个同学，很久没看到他了。有一天他在我前面游，我不知道是他，结果我跟在他后面游得很不爽，游得太慢了。不怕，妈，记不记得那个人？我有跟你说那个人，结果他就。妈，你记不记得那个开计程车那位先生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忘记他叫什么。什么富？结果他，就游到边的时候发现是他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同学，你怎么十几二十年都没有长进？”他跟我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他说：“老狗学不了新把戏了啦。”他年纪比我轻一点，而且也五十几岁。他说：“拜托好不好？你看看，我妈妈是小狗嘞，我妈妈还游得这么好哎，妈，对不对？啊、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你回头看看，那个是我妈妈呢，在那游来游去的那个是我妈妈呢。我说我妈八十几岁才认真在游嘞，现在可以游来游去耶。”他看了不敢讲话。后来我再次看到他，哎呦不得了了，他连蝶式都在游了。嗯，我说嘿，蝶式很不好游。我说，哎，老狗，你现在怎么连蝶式都会了？啊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我们那只老狗？现在他游得不错了。被我一笑他，我说你这么小。那么年轻就是老狗，还有一次我跟我妈去游泳啊，有一个妇人看着我们在游泳，看着我带妈妈，我教妈妈游泳，她说：“
哎呦，好羡慕你们哦！妈妈几岁？我是80几岁了。他说：“哎呦，那时候是85吧。”他说：“我有85岁还能学游泳啊？我说为什么不行？”对呀、啊。他说：“那他是因为原来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不学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已经65岁了，我退休了，这样。”对不对，妈妈？你记不记得那个人？他说65岁退休了，不能学了。我说谁告诉你65岁不能学？我说我妈65岁还不游泳呢。哇，你知道他听了这句话，马上精神百倍。后来我们很少去那个游泳池游泳，后来几个月以后我们再去，他跑来跟我们打招呼。他说谢谢你们。他说我现在已经会游他几个月就给他学起来，对不对，妈妈？是不是？记不记得那个啊？记不记得那个？张妈妈会游哪些事？我妈妈会游自由式，会游仰式。蛙式。她蛙式比较不好，因为她的膝盖。膝盖。嗯、膝盖比较不能。今天好不好？老师今天住我去后脚，哦，真的？今天礼拜六有吗？有啊，早上有。哦。哦。医生怎么说？不是的，我去后脚是胃呀。哦。腰。哦哦。去后脚是礼拜三，我去妇产科后脚。哦。所以你礼拜三才要再去？对。哦，那你今天是去看腰？对，哦，腰是看骨科，是的，看复健科，复健是骨讲是胃啊，胃痛啊，今天是看胃，对，哦，你不是说腰吗？腰有，他有和我给我腰，他要给我腰是，那他说腰怎么样？胃发炎，哦，胃发炎影响到腰痛，腰是要拉太腰痛啊。腰是因为拉我妈妈太重了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对过对过。现在那个阿姨个子很小，瘦瘦小小，所以拉你看我妈妈那么重，自己的腰都蛮受伤。对他们来说，每天都要关心他，关心他，关心他。等我把那个腰的那个几个动作弄好了，我来教他，让他那个可以自己做做那几个动作，看看。实验一下有没有效。今天我早上去一个朋友家，因为他那个从日本来的子女嘛，那他有跟我说他本来那个手啊，手这个大拇指这里，这个肌腱这里他不舒服。结果他去做瑜伽，他是教那个瑜伽，他那个瑜�伽是包月，3000块，你去上多少堂课都可以，反正你交了3000块就吃到饱，所以他每天都去，每天都去，那每天都只上一个课，哎，腰那边是不是？对，啊。他说他每天都去上家，每次不止上一个课哈。另外少啊，好，那结果呢？他说他做了一个月以后，他那个手就不疼。筋有拉开的。也做那个瑜伽的动作就好。啊，好，我手放开。好。
哎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现在已经4:20，4:40了。不然你那个店没有人雇嘞。嗯谢谢。这边这只脚又翘起来了。我知道，啊，你放一下。好。他们那个动作哈，脚有把它这样拉开，有这样侧边嘛，对，都有。现在是我们先把它拉直了，然后再来做那些动作，是不是？都可以做了，可是他现在连拉直都拉不开的，其他动作也做不出来。其实还可以做这一个。对，他有这个动作。他这个是最主要的拉，他这里面这一个拉的很多，可是他这个真的绷太紧了，不能拉不下。好，找一下。